家人们，今天啊，咱们去菜市场看看，采购点食材。今天也不知道吃什么，看看吧，溜达溜达。大葱怎么样？啊？大葱怎么样？5块钱一板。溜达溜达。啊，还没你罚多少钱？多少？大蒜怎么样？4块。啊？4块。四块，现在主要是时间有点晚了，然后菜市场人少了，下回咱们早点来。走进那儿，买点够够你做两顿。啊，买点调料吧，来点姜。好好好好。大块大块，这是蒜子吗？对，那个不好看。大的，来个大的。好嘞，哎呦，不行，换个别的大的，有伤。那是干粒。啊，对，就这个，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。27。这大姜。这是江山。这是江山。跟大鹿角似的。OK， 家人们，光买辅料了，咱们买点主食材去，去看看肉，走。来两碗吧。10块钱是吧？对。15块。这，哇！回来了，家人们。现在呢，咱们先把牛肉啊洗一下，然后焯水。把牛肉啊清洗一下。咱们点火，起锅喽！把清洗好的牛肉倒入到锅中，加入葱姜。料酒，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买这么瘦的，脂肪啊太多啊，容易长胖，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搞瘦一点。其实谁不知道牛腩好吃啊？要炖的话，肥瘦相间多好，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啊。好了，家人们，现在已经焯好了，给它捞出来，去清洗一下。用热水把洗干净的牛肉啊，咱们放入高压锅，加入热水，这个高压锅有点小，咱们人多，咱们换一个大一点的。锅里加入卤肉包、生抽、蚝油、鸡精、盐，再来一点料酒，盖上盖，点火，炖上45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再软一点，可以炖上1个小时。好了，咱们等着吧。走。这个桌子，比我轻不了多少。这一会儿可以一人多吃一碗，必须多吃一碗的呀，咱们都不饿了，不饿。开门，聊什么？是吧？费了劲了。走，这家。哇！这家。哇！我说不能吗？放那儿都烫了。没气儿了，咱们开锅。哇，干了1/3的汤都。那两块饭看感情了。你还得加点盐回去吧。尝尝。太好吃了。去啥肉啊？给几块儿。别太多了，你们把这个分，我这个拿。
这是谁的？吃多少汤啊？汤有的是。还是喜欢啊？哦，来吧，尝尝吧。我还弄上呢，阳江。说学名。嗯，叫什么鬼子椒？我不要。鬼子椒不行，不要不行，不要吃这没味儿。对。哦。来口牛肉。牛肉。哦。软了吗？其实现在口感正好，就有点塞牙。吃顿牛肉不容易，一波三折的，是吧？嗯，得干活先。哈你的原腿，这个味儿都不一样。这个香。嗯，你们吃的怎么样？你少吃点，没肉了一会儿。你妈，什么里头没有了？什么肉？别光喝汤，汤好喝，你知道吧？汤是灵魂。牛肉没事，多吃。放辣椒，不接了。对，给他放。来，你哎，你做这个是这个牛肉是现在的肉？我不要肉了，不要肉。哈哈哈哈哈！来点菜来，点菜。其实我本身我说今天做黄焖鸡的。然后陈诚一来说，我不要了。陈诚一来说，昨天吃了一天鸡儿，昨晚吃鸡儿，各种也吃，今天再吃鸡儿。哎呀，再来一碗。来点醋吧你。不要。来点醋，哎呀。先倒吧。给我来点来。哎呀，咱也不会撒。撒撒不了。咱也不会撒。在这个倒。在这个。这瓶辣椒都用不了了。你说这小咸菜是没毛病，好吃咸菜，咸菜。我想吃这玩意儿，我爱吃这玩意儿。不是，你还偷一块肉？还行啊，还有点。快点，来吧，连汤都没有了。瘦了一会儿。行。嗯。来，再炖点来。嗯，其实再炖会儿也行，其实现在可以了。要是再炖一会儿就，我就怕一会儿没魂儿了。河畔没有啊？嗯。河畔没有，您不是原汤化原食吗？好，家人们，为了避免、这个其他的场景，我怕一会儿干起来，所以说今天视频到这结束吧。感谢老铁们支持，拜拜。